我会发光发热，但是我希望别人看到我们桃园喷射机队都会畏惧三分。大家好，我叫吴轩逸，今年19岁，我在桃园喷射机队。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玩 SF1 这款射击游戏，在2011到2013的台湾 Open， 我只拿到了亚军。可是，在今年冬季大赛，我终于获得了冠军。因为我蛮喜欢玩电脑的嘛，所以射击游戏对我来说又很有挑战性。我很喜欢挑战。我的爸爸都还蛮支持我的，他就说我一句，他很支持我，所以我想怎么做就去做吧。在业余的时候比较属于感情的队友，可是到了职业就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最认真的最努力的去打。我希望别人看到我们桃园喷射机队都会畏惧三分，以后我在桃园喷射机队一样要继续支持我，我会发光发热等着我。我叫吴轩逸，我在桃园喷射机 SF2 职业电竞联赛，我来了。